雅丽呀，通过星期天早上的一个踢球群，了解到呢，在上海啊，有一个 AC 米兰队的球迷团体，这帮人呢就叫雅丽啊，一块儿呢去看球赛。由于啊，跟意大利那边有时差，因为这个雅丽啊，其实这些年球赛看的已经很少了，对米兰的热情啊也有些下降。感觉呢，如果真到了现场，估计连喊加油都喊不出来了。那么，如果跟一些远在上海的球迷约着一块儿看球，大概是他恢复对米兰的热情的一种体验吧。这一天呢约好了，所以他定了一个深夜2点钟的闹钟。从这个瑞金呢到打车到闵行大概18公里，20分钟，一共花了他40块钱，对留学生来说挺多的了。因为深夜啊，所以上海并不堵车，但是呢，要到那个红梅路这个地方啊，这红梅路就长这样，要经过11个红绿灯。球赛呢是3点钟开始，意大利时间晚上9点。坐在这后座啊，雅丽半睡半醒，只要红灯啊，稍微等的时间一长，她赶紧就拿出手机看一看，确认一下自己千万别迟到。好不容易2点56分，终于到了这个目的地，这是一个叫 La Sosta 的一个餐馆。这家老板啊，好像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上海开的一个意大利小饭馆。他并没有选一个中国人特别熟悉的、带点什么异国风情的名字啊，连他起的这个名字啊，意大利人都觉得挺奇怪的，也不叫什么意大利常用的什么烤箱啊、什么店铺啊、美丽人生啊这种的啊，他居然叫 La Sosta，什么意思？意大利语休息的意思。如果啊，你要是不知道他的常客，都是一些到虹桥机场的各国的飞行员的话，你到这儿一定会觉得这家店也就是个做个三明治，专门卖给高中生的那种店，因为它的装修毫无追求，这在意大利人里边太少了啊！因为意大利人甭管是在哪儿，从颜色呀、家具啊，包括墙上挂的呀、小摆件啊，都特别讲究，而他这儿啊，就简简单单的几个小木桌床。墙上呢也就几幅画，而且这几幅画一看，这老板啥心思都没花过，就胡乱选的，有点像很多很多的，就是那种不太有名的小饭馆儿。也确实，它的价格中等，三明治也中等，咖啡也一般般。不过你就是还会来这个饭馆，老板啊，好像对这个饭馆也没啥热情了。大概消耗他热情的就是很多客人会问他，怎么隔壁的兰州拉面只要20块钱一碗，你这儿的意大利面要40啊？每次这个老板就说，那你去隔壁呗。还有很多客人会问他，会跟他说，要是我自己买面，我买点肉酱，我在家里做，我40块钱能吃好几顿呢。每次老板都回啥？那你买去。还有一些啊，居然是比如说在网上订那个那不勒斯晚餐的客人，虽然说啊，这个菜单提前都沟通好了，你也看得见这个菜里边都包含什么，可是每次啊，也不是外卖啊，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，大众点评吧。这吃饭的时候，这客人都要找到这个，不叫你老板来。完了以后就问这牛排怎么还不上啊？弄得那个老板一脸的懵逼。牛排？那不勒斯套餐里哪有什么牛排呀？可是最后还是不得不照着客人的意愿给做了份牛排，哪怕跟那个那不勒斯套餐毛关系都没有。而且啊，居然第二天还会收到客人的差评。球赛终于开始了，咖啡也喝完了。老板呢，这回给大家拿上了一瓶威士忌。说实在的，其实是半瓶。
这也是这老板啊有一次不太如意的一个艳遇的遗产。上周末啊，他被一个算是一个朋友吧，邀请说到店里去，到那个人的店里去。他一下子想象力就飞了，以为这是一个艳遇，而且意外之喜。于是他带着这瓶威士忌就去了，结果到了店里才发现。还有好几个同事在那儿当电灯泡呢，这威士忌也被电灯泡们给喝掉了一大半，剩下的这一半就是老板灰溜溜的给带回来的。是不是因为这个艳遇啊？这个威士忌弄得不利了，还是不吉利？反正这今天的球赛，米兰也不吉利，上来就被对手波尔图给进了一个球，1-0。其实这次的聚会啊，也就四五个球迷，这时候全都不说话了，就默默地盯着电视机，看了半天也看不到米兰的逆转的趋势。于是大家就开始聊点别的，比如谁谁谁呀，成功的回了趟意大利呀。但是呢，后来一听说这边新冠啊，哪儿都不让去了，又不敢回来了。谁办聚会的时候啊，还要求呢，说大家啊，谁来都给我必须持阴性核酸证明。可是真到他聚会的那一天呢，有一个他在聚会上，他想觉着有希望有艳遇的一个女生就没做。结果呢，这个主办人就犹豫不决，进退两难。你倒是要核酸呢，你还是要这个女孩呢？比赛啊，终于到了尾声了，米兰还是没进球。大家呢，所有的希望就这么消散在空无一人的红梅路上了。5点了啊，天还没亮呢。在门外告别，可是居然有人还在说 "Good night"，晚安。虽然很快啊，大家都要去上班去了。雅丽呢，她肯定就不再舍得钱去打车了，于是骑着共享单车到了地铁站，等那个首班车发车。上了车，她就睡着了。这是算轻轨3号线吧？等他再醒来的时候，天亮了，而且他坐过站了。走进了一家老丰益传统小吃，他吃早餐。这里已经相当热闹了，排队的里边啊，还有一个阿姨带着锅呢，打好了这个馄饨，人家走了。有一个大爷居然一大早就在喝酒，而且还给对面的朋友倒了一杯，非让人家跟他一起喝，但是人家就是不愿意。这汤包上来了，再伴着这浓浓的白酒味儿，整个的小饭馆弥漫着白浓浓的白酒味儿，让雅丽一下想起来球赛结果留下的那个苦酸味儿。